哎呀，你干啥？往后藏啥呀？往前走，来来来，我整点吃的。哎，快点看吧你。哎呦，大爷啊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啥呀？走花啊？这好吃吗？这个好吃啊。你冲我乐啥？你冲我乐，你不就想吃吗？这没钱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今天呢不要钱啊，你随便吃。我白吃。啊、对你白吃，谢谢大爷，你不多我给你整点。哎呀，大爷！哎呀，哎！哎呀，这怎么这都几点你就下班了？今天接个大活儿、啊，去大连了。我送外卖去大连就叫大活儿啊！我咋不去大庆呢？啊？我不去大兴安岭啊？加个达奇远不远？哎哎、我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这个送外卖他能有啥大活儿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大活大极了，知道我送的哪吗？哪儿啊？送辽宁电视台。是辽台的？那见着谁没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大活的由来。我见着大腕了。谁呀？我一开门，那个就演小品的，个儿不高，叫潘汉林。就演那个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。那是巩汉林。对，就是他。巩老师一开门太帅了。是吧？啊，跟真的一样。我们就是真的吗？不是，就那意思呀，又给我五星好评，还给我小费呢，人特好。这不大伙儿吗？提前回来收工吃饭。不是，那巩汉林也点外卖呀、啊？咋的？人家是人就不能吃外卖呗？点的啥呀？就外卖。点的那个什么蹦肚炒丝溜鱼片、醋溜腰子、炸排骨、白干老酒啊，胖一壶。就你会，他唱上了呢，这都我也看过呀。不是，收了，你给我赶紧回。大爷，坐坐，你没明白啥意思？啥意思呀？就是吧，过去那小品的，你说像我们这打工的都算上，包括您啊，都能记得住。是是不是？你小时候记住啥小品了？你说那时候都经典，就那个我印象最深，就那个，哥哥面前一夜跳万万里河。妹妹对俺唱了一首甜甜的歌，哎呦，鞋都踩掉了的，这是最经典的、这个。这记得住吧？这记得住。你没发现啥吗？哎呀，现在这小品呢，记不住了。个别的啊，不都全部啊？嗯。到最后，他非要给你整个煽情，就是演的正热闹啊，演啊特别可乐，观众正鼓掌呢，啪，有打人堆里必须出来一大姑娘，煽情开始了，打啪一出来。哥，你在这儿，这是咱的家。你要是走了，咱家就没了。不是，就咱这个，不是你这没吃呢，你怎么就疯了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现在的小品，你说你家都没了，演啥小品？我就这么个意思，明白吧？不是小品吗？你这快点给我整点东西。行了，你自己过来家，你看看这个吃啥，这挺好吧？这个猪头肉什么的，肘子这都是新弄的，自己吃。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来点汤啊，我来点汤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，我独自走在大街上，看见这深夜小食堂。这时我突然又想起你，姑娘。你啥眼神啊？我不是大爷吗？大爷，我大爷都唱出了姑娘的感觉。大爷啊，来碗面，来碗面。不是你今天这个下班有人点你歌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没什么人点呗。哎呀，这酒吧那帮人吧，不懂艺术。不懂艺术。你怎么也知道啊？我就知道，沈阳200多个酒吧都快让你唱黄了。张嘴，沈阳不懂艺术，不懂艺术咋的？就你懂艺术啊？我当然懂艺术了，啊、我玩的这是真音乐。什么真音乐呀、啊？就你刚才看成那样，你叫真音乐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唱都比你强，明白吗？我那歌你会唱？我告诉人家这叫摇滚，得有现场，得有气氛，你咋不明白呢？啊？我来了啊，大家找这感觉。我独自走在小路上。走过那深夜小食堂，我倒要现场看一看。哦哦哦哦，姑娘！大爷啊，还有桌吗？我换一桌，不跟他一块儿。你换啥桌啊？哎，不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这样啊，今天痛痛快快跟这儿吃，这
顿饭不要钱，大爷请了啊。为什么呀？有喜事儿。哎，我看出来了啊，大爷买彩票中奖了，500万。前两天发财了。这沈阳有个老头中500万，一直没领，10多天了，是他呀？不是，就什么姑娘结婚呐，完了儿子娶儿媳妇，完了生个小孙子啥的，就老百姓喜事呗。这有可能？俗吗？哎，俗吗？不就这个呀？还能不懂艺术？你看不出他的表情来吗？我们家喜事儿，那个表情说的喜事儿，话里有话，肯定不是喜事儿。行了啊，刚才你们说那话我都听见了，谁都没猜对。这样啊，这样，大爷这儿啊，嘿嘿，看见了吗？还有酒，咱爷几个今天在这儿喝点，喝点，喝点，倒倒啊你那，你就是，我这没酒，你少，你他喝不了，整上了，这家伙先整上，啊，哎呀，大爷我明白了，哎，这杯，哎呀，跟你这吃这么多年，嗯，吃出感情来了，就是今天皇天厚土在上，咱们结为金兰。哎呀，不行！这好一拜，哎，我大爷，我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你有病啊你！拜把子了那都。大爷啊，我这个人穷，但是我志不短。哎，我吃饭不白吃您的啊！我送您一首歌，来给我唱歌啊！一路走好，爷爷坐下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说话？啊，说什么吧？什么一路走好啊？大爷，今天为啥跟大家喝酒呢？我先跟大家说点这个心里话。首先说这个阿珍，哎，来这儿有段时间了，好几年了。刚来这个城市时候啊，就喜欢音乐，对，怀揣着音乐梦想，后来呢也搞音乐了，对。但是这大爷有点建议啊，啊啊，搞音乐可以，你是不是得懂音乐呀？我说句不枉听之啊，那个说说这个全儿，不用说，大爷我都明白啊。咋咋咕咕的，呜呜喳喳的，哪天送外卖再人给打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你看你这孩子心里清楚的，咋就做不到呢？明白。那个肖儿啊，来，哎呀，你就吃吧啊，没啥说的跟你。哎呀，哎，不是，我看不是干啥？哪有秘密？我什么秘密呀？那这看看看看，污染，同意，搬迁，撤离，建设美丽整洁新沈阳。哎，不是政府在那儿啊，给我找了个地儿，以后啊，我就去那儿了。
大爷，那咱这叫鸟枪换炮了。哎呀，要么说呀，这是喜事儿，那咱庆祝庆祝，喝两杯呀。对呀，坐下。下雪了，哎呀，瑞雪兆分明啊，好事。哎，这太好了，你走，来来走。哎呀，您也坐着，大爷，来来来，吃吃吃，白吃今天。我再切俩菜啊。还有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我的。大爷，喝啊！喝，别干那船了啊！来吧，三位评审老师，喜欢刚刚的作品吗？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这么一个作品，我觉得前边还应该上来一位老大爷应该说了，今天大爷有喜事儿，每一番上来都要铺上。最后你们矫情就是猜大爷的心事，你们再干底就有了。现在那个底转的吧，多少有点抖，还好演员好，你们兜住了，拖住了这个作品，茶口之间就盖口跟盖口之间搭得特别严，小品的节奏一直是这样在往上马走，所以说很喜欢你们的表演，还有你们这个作品的，不错。好，谢谢潘老师。许玉龙，我觉得表演是格外的出色，然后也特别的稳。咱们深夜食堂全心全意这个组合，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的，恭喜。好，谢谢易阳老师。全心全意组合表演的节目啊，从共享单车到今天的深夜食摊，我觉得都是诠释了当今社会上的一些受人关注的问题。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。